嘉义市政府推动失业者集训，办理就业辅导活动，特别委托嘉义市李腾月美容职业工会新娘必须班训练30位学员。日前课程结束，工会特别在11号办理时尚镜秀成果，学员在成果展上呈现出时尚流行的新娘彩妆、美发以及服装整体造型，透过无同的新娘造型，呈现出280点钟的职业训练成果。该市政府社会处为何失业者甲离岛就业的妇女会使合适到一技之长？特别委托该市二烫发美容职业工会办理104年新娘必须造型职业训练课程，总共有30位学员参加。在经过280点钟的训练，11号举办新歌展。在新歌会上，马都以上新上流行的新娘彩妆上台走秀。每一位马都经过设计师的脚手，不管是彩妆，也就是整体造型，拢令人惊艳。社会处也希望借训练课程，让学员拢会使找到家己适合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哈，李烫发美容业职业工会来承办这个训练班哈。那透过今天的一个决心的一个成果展，展现出市政府对失业者及二度就业的妇女同胞妇女的一个市民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透过这个职业训练能够习得一技之长，在未来的就业上能够在就业上能够表现得更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职业。嘉义市政府李烫发美容职业工会表示，在经过训练后，将会争取学员就业机会。在3个月内，会配合嘉义市政府办理就业辅导活动，也希望业界有这块的话，会使跟工会联系。即将咧参加新密乙级的认证，以及美容丙级的检定。以这一班学员优秀的成绩，他们即将应该可以有99%的及格率，这也是我们训练单位呢值得欣慰的事。那我们诚恳的希望，在我们的业界或者是各个名店呢，如果有需要工作伙伴的都可以透过工会一起来做，各位来做联系。在这本训练工会邀请到两位老师指导彩妆及美发造型部分，对着学员在280点钟内会使有这样的成果，拢感觉非常欢喜。这280个小时里面，其实没有很长，那也缩短也不短，但是能够有这个成果出现，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在发型这方面的线条上是不好抓的，尤其是包头，你要把包头做得非常完美。再把线条把它做一个微卷，那是一个高难度的。在280个小时这里面，能够有这样的成果，我觉得是学员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学员280个小时训练下来，他们是从完全没有基础到今天他们所呈现出来。其实红色礼服它是最不好呈现的，然后它的眼影是那个整个烟熏渐层上去的，让我们感觉到那个高贵的气质。然后刚刚礼服搭起来是非常契合的，这个是一般有一些即使从事很久的美容师他也不敢尝试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学员这280个小时学习下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成果。这边参与训练的30位学员，有5位外籍新娘，5位离岛就业的妇女，每一位学员合适成绩全部合格，技能绩效表现优异。其他学员在结婚后将会报名13号的新娘必须以及证照，而部分还未取得美容丙级的学员，也将在年底参加丙级考试。新闻台面王小璇采访报道。